Hello， 各位电好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华民国113年5月31日，星期五早上，现在6:30左右。前几天听老妈说，原子的莲雾，一树多品的莲雾，那一颗有几颗莲雾，非常的漂亮啊，叫我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哦，这颗莲雾啊，是大家有在看我们，那边大家在看我们的频道的影片哦，都知道这是一颗那个一树多品的莲雾哦，也就是说这颗莲雾上面呢嫁接了很多种品种。哦，那很多种品种的今年都哇，里面有些掉了。而且当初套袋的时候，里面应该有套到虫虫，所以里面的莲雾有被啃过了。这个明天假日再来处理。哦，这个漂亮，很漂亮，很大颗啊，这个都可以摘了。不过今天不是要看这种红色的莲雾，老妈说那一串。哦，之前小颗的时候有让各位看过哦，小小的，那听说它已经长大了。我们今天就把它拆开看一下，这个是绿色的莲雾，然后当初套袋的时候还小小的，现在今天蛮重的，就把它打开看看。哎，这里听说非常漂亮，晶莹剔透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哦，一棵莲雾树上有很多种莲雾哈，看一下。哇塞，真漂亮哎！哇，哇，好漂亮！一样是长形的，然后颜色是翡翠绿，有点白白的。听说这种套黑带的话，它就变纯白色了。好，明年再来试试看。拿下来看一下。哇塞，漂亮啊！哦，翡翠白哎，翡翠绿啊。哦，这个明天假日再来采收哦，待会7点多就要去上班了哦，所以先放着。那上面呢还有其他品种哦，这个也大颗的，不知道什么品种，先不拆，我们来看一下别的。记得这边当初有套哦，这边也有套哇，这个都已经长大了，这个莲雾都大颗了。不知道长得怎样，啊，算了，不拆了。啊，可是有点冻不掉嘞。好，那我决定把它摘一颗起来试试看好了。好，总共里面这串有3颗了哈。我这个把它摘一颗起来好了，啊，另外2颗让它留着，让老妈来摘。好，摘一颗起来了。哇，非常的漂亮啊！哦，长形的哦，已经这边已经有开始裂果了，可能前几天哦那个下雨的关系。哦，你看，好漂亮莲雾，你看。好，我们再来摘一颗红色的来试试看好了。这个应该可以了。好，我先把它放在田埂上，我们摘一颗红色的来试试看。这颗不知道什么品种的，打开看看。我们原本的这个砧木哦是高压那个飞弹莲雾，所以整颗都是飞弹莲雾的种，不过在上面嫁接很多种品种。哇，漂亮啊！这个就是。这个又不太像飞弹，哦，不过这颜色漂亮，好，也摘一颗。哇，碎碎碎，你看，好，把它放在一起。你看，耶 ，yes yes yes， 哇塞，你看，对比下来，你看，漂不漂亮？哦，所以莲雾哦，真的是种一颗哦，把它嫁接多种品种一点哦，你就可以很多种都可以吃。
哦，它里面其实打开应该还有其他品种，只是呢没什么时间的。好，那等一下再把它套回去，我先来品尝这两种莲雾，我看一下好不好吃。我先一般来讲我的观念上这种绿色白色这种会比较不甜啊，所以吃水果的话要先从这种不甜的开始吃起所以我先吃这一颗这个都没有撒农药了而且有套袋，我就直接用这样吃了，我直接吃看看咬掉。清甜，然后清甜多汁，那个莲雾的味道，莲雾的味道蛮浓厚的，但是清甜而已了也很好吃那口感不像飞弹莲雾那么硬它比较，它是属于松脆，松松脆脆的松松脆脆的并没有很硬，好吃。这两颗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了今天就不吃其他早餐了吃个水果。就这样一颗被我吃光了没办法。好，接下来我们吃这颗这颗不大像飞弹，因为飞弹是长型的，那个这是属比较像那个不是很长但是它颜色非常的黑颜色非常的黑，会不会是有点忘了，当初嫁接很多种品种，但是详细是什么品种有点忘了。好，再来吃。这甜度比它甜很多所以我刚判断没错一般这种白莲雾或者绿莲雾它甜度没有那么高这个就甜多了也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口感稍微比刚刚那个稍微更扎实一点，但是又没有飞弹莲雾那么的硬你看那果肉的颜色，里面果肉的颜色有点比较暗，有没有？那个都是然后说的糖粉的累积好吃。好吃，好，吃完这两颗莲雾，饱了，所以这颗一树多品，你看底下当初我高压的时候，这颗粒就是高压那一种很多分叉的。那现在每一个分叉起来，我都有嫁接不一样的品种的莲雾好吃啊，就好吃。看，万绿丛中一点红，漂亮那刚刚那个是翡翠绿色的翡翠绿的。那其他里面，明天假日再来看看好了那上面呢，很多的叶子，很多的虫洞。都是一些毛毛虫啃咬的那因为都很多毛毛虫我之前呢在做套袋的时候就有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撒农药，所以我们在套袋的过程会在它果实比较小的时候就把它套起来了那我们影片一播出呢，就有其他的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跟我们讲说我们在误导，那这是我们的做法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虫哦，说我们误导，那也没关系哦，大家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啊。不过如果在有不一样意见的时候，也希望哦，也很欢迎大家把不一样的意见写出来，就是那怎样做才是对的哦，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哦。然后就是很多这种毛毛虫哦，那也很多果蝇了哈、哦，所以我们就提早套袋了哈、哦。OK， 好，今天一早呢六点多就带大家来吃莲雾哦，大家看了有没有很开心？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